그러니까 말해봐요. 왜 나랑 결혼하기 싫은지. 다 싫어요, 다. 막 나 잘합니다 어쩌고 그런 이상한 느끼한 멘트 하는 것도 싫고요. 또 시조새들 하면 그 얼굴도 싫어요. 시조새요? 그럼 전 이만 갈게요. 아, 저렇게... 아. 이게 시조새입니다. 어디가 닮았다는 거야? 27岁的始祖鸟安孝燮出道7年，今年凭借爱情浪漫喜剧《社内相亲》人气更上一层楼。其实他过去曾在 JYP 娱乐当过将近3年的偶像练习生，却因为他187公分的高挑身材与男团 GOT7 擦身而过。之后他以演员的身份出道，接连出演虽然30但仍17、浪漫医师、金师傅2、红天机等夯剧。巨抛脸让他每一次换发型就像换脸一样，在每部戏都呈现出不同的样貌，简直就是天生的演员。果然社内相亲就以好评收场，而他现在正在拍韩版的《想见你》，俨然已经是大事中的大事。어린나이에혼자한국에왔다고요몇살때왔어요어제가17살때왔는데요安孝燮虽然出生韩国，但7岁就移民加拿大。在加拿大的时候，看韩剧是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小学6年级的时候，因为最好的朋友开始学大提琴，由于他不想输给朋友，他也开始学小提琴。到了高中 ，JYP 娱乐到他们的学校，经由朋友的推荐，他参加了选秀，并且合格。对此，安孝燮曾说：“没有想过要当艺人，但通过选秀后，只想着机会到来的时候一定要抓住。”于是他说服了强烈反对的父母，17岁时独自回到韩国打拼。어린나이혼자온다고했을때걱정안했어요당연히하셨죠네많이하셨고뭐사실제가돈벌기전까지만해도계속걱정을하셨어요근데아무래도이제제가제밥벌이하니까이제는많이응원해주시죠지금독립한지꽤됐을거아니에요한13년그쵸네안孝燮在 JYP 度过了将近3年的练习生生活，还是 GOT7 预备出道成员之一。박진영씨가해준말이있다고아뭐있어요어떤말이없는데 아니지금좋다 JYP 에있었는데이년 GOT7 을준비했었어요아그때같은시기에사실다형들이랑살았었거든요숙소에그래서원래딱그팀이만들어진시기에제가같이연습을했었는데저는이제프로젝트팀에들어가지못했죠아무래도그때실력도좀그랬고이제키도사실그때혼자너무우뚝서있기도했고아니저는그게원망스러웠어요因为无法出道，安孝燮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最后，他决定离开 JYP， 加入现在的经纪公司。모르겠어요노래나춤이런거는취미생활로도할수있잖아요근데뭔가연기를취미생활로하기좀힘들다고판단이섰거든요과인이알아들을수있도록얘기하거라팔을하나잘라보시면어떠실런지요아그래좋은생각이다2015年，经纪公司将旗下新人演员组成企划男团 101， 不仅出单曲，还跑到香港开签唱会。不过，只出了3首歌就没下文。이런걸두고억장무너지는러브스토리라고하지흙속에진주찾아내서머리부터발끝까지공들여새사람만들어놨더니직업좋고가진거많고니또리남자한테가는거야한번안아봐도돼예쁘지사랑스럽지그래내눈엔예뻐安孝燮才出道2年，就在《戒指女王》担纲男主角与金瑟琪的甜蜜互动引起话题，在 Never TV 只播出了3集，点阅率就突破100万。两个人还一起履行点阅率公约，合跳情侣舞蹈，展现过去累积起来的舞蹈实力。
如果要描述安孝燮有多努力，那就不得不提到这部戏。야뭐냐찬안가냐나코치님말씀드리니까의욕이막불타오르는게安孝燮在 SBS 的虽然三十但仍十七饰演高中赛艇选手，曾经因为太过认真练习在赛艇上晕倒过两次。不过这样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他凭借着这部戏在当年的 SBS 演技大赏上获得了新人奖。제가이번에촬영을하면서정말부족함을많이느꼈습니다이부족함잊지않고언제나최선을다해서연기하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2019年的迷你剧《深渊》，安孝燮和朴宝英合体，虽然以2%左右的低收视率留下了遗憾，不过安孝燮在剧里展现了多种魅力，让他成为新一代的大势演员，带来了不同的可能性。也是从此开始，他迈向成为 SBS 亲生儿子之路。갑시다내가방법하나알려줄까뭐네머릿속을한방에리셋시키는방법어떻게이렇게제가이자리에설수있는건제가잘해서가아니라정말많은스태프분들과감독님작가님선배님들그리고동료분들이믿고이끌어주셨기에가능하다고생각합니다언제나최선을다해서연기하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대근날이저에게어찌일을잘해주십니까송구합니다대근저와의약주가먼저였습니다어디가는중이에요아그거야미국에아도대체뭐예요 뭐가요아나스캔들터진거요와그걸아는사람이스캔들기사까지터졌으면서연락다씹고내가얼마나내가얼마나와그걸알고있는사람이스캔들기사까지터지면연락을다씹고나내가얼마나내가얼마나他与金世镇戏里甜蜜，戏外也十分有默契，许多粉丝敲完两人在一起。只是戏下档的隔天，他就爆出与同样27岁的女星朴智贤迷恋了5年。不过双方经纪公司都没有回应，安孝燮也懒理绯闻。现在正在赶拍改编华剧《想见你的走进你的时间》里，饰演许光汉当初所演出的角色。不过演了这么多部戏，安孝燮其实有个梦想。사실처음시작했을때부터영화하고싶었어요드라마는제가느꼈을때잘은모르지만좀급한감이좀있어요제작기간도짧고반대로같은제작기간에2시간이라는응축된스크린타임을맞춰서촬영하는거잖아요그래서그런지조금더뭔가더고민할수있는시간도있고여유도있고확몰입할수있는그런환경이될수있을것같아서那就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能够在大荧幕上看到安孝燮精彩的表演喽너와함께하고싶은일들을상상하는게요즘내일상이되고너의즐거워하는모습을보고있으면자연스레따라웃고있는걸너의행동에설레어하고뒤척이다가지성과는마지이건누가봐도사랑일텐데종이함께면주일텐데나돌아서도엉뚱너인건아무래도사랑이다봐사랑아나도 이런 웃음을 지을 수 있는 나란 걸 널 만나
며 처음 날아가는데 이건 누가 봐도 사랑일 텐데 종이 함께일수록 좋은데 멈추려 해도 온통 너인 건 이미 너를 사랑하나 봐 너의 행복해하는 모습을 보고 있으면 나도 모르게 따라오는데 이 정도면 알아주면 하잖아 너도 용기 낼만 하잖아 이런 나라도 괜찮다면 우리 만나볼만 하잖아 우리 서로 사랑하잖아 왜 안 해? 다음 못하겠어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오빠도 고생했어요 나 돌아서도 엉뚱 너인 건 아무래도 사랑인가